这一起地震造成了玉里市中心一栋楼房倒塌，而一楼呢是便利超商。地震灾后呢，统计有四个人受困，救出了男性的房东，而目前还针对一对母女在抢救当中。消防局特搜中队成员也抵达现场，希望可以把握黄金救援时期。因为我知道说他这家 Seven 窗户，他们在第一个窗户那边，刚好倒下来的时候，我女儿的脚刚好压到他的那个整一块。不知道是不是经过还是什么，从里面那个买东西啊。刚刚不是有打电话给他，不是有通话了吗？有，他的脚被压住了。先听好了，跟他说。好了，车可以了，慢慢，下来了，